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谢龙天护法菩萨，感谢恩师卢台长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我先生是55年出生的属羊的，现在得了鼻咽癌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哎呀，又是一个吃货，过去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。他这个鼻咽癌啊，长的那个地方啊，蛮尴尬的，听得懂吧？是抠进去那个地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父。他可能要做一些化疗、放疗之类的。他以前啊，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放过疗，完了把两个耳朵现在都已经听不见了。所以说，一说放疗哈、啊，他特别紧张。哎，其实化疗、放疗就是给你吃苦呀，这些都是地府的刑罚，就是你自己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嘴不把边儿。第一呢，就是吃的太多，荤的、啊、这种活的、啊。第二呢，过去呢老好打抱不平，有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它有缘分因果在里边，你以为帮了人家，实际上你动了人家因果了，所以你会倒霉的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但鼻咽癌，他前列腺很不好，小便非常不好。他以后还会生前列腺癌、啊、你要叫他赶紧吃全素了。现在吃了，师父。你叫他吃海带。好。好吧。好的。还有那个莴苣笋啊，莴苣笋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大家知道莴苣不啦？莴苣笋是防癌症的，非常好的。感恩师父。非常好。还有海带也是防癌的。连蘑菇都是，你要叫他吃这个东西。好的好的。然后你要叫他许大愿，好吧？嗯，现在也放生了。嗯，我现在看到他身上有个鬼，头上包块纱布。有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的死的时候，好像开过头上开过刀的？有吗？你有没有姊妹或者弟兄？师父问你说有没有开过刀，有个那个纱布，有那么个人吗？都头疼。不是，就是人去世了，有没有那么个人？现在已经去世了，师父看在你身上，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个人？没有啊。兄弟姐妹。兄弟姐妹有吗？没有。兄弟姐妹开过头上开过刀的。头的开过刀，你想想有没有？兄弟姐妹。表的也可以、啊、表兄弟什么的，反正就自己家人，有没有想想？哎，开过刀的，这个人在你身上。男的，想想有没有？男的女的都可以，我看不清楚现在。啊啊、想不起来了。在他身上。嗯。好啦。好。想不起来是吧？对，他想不起来。后天吧，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。别别别别。别啊。鼻子很大，眼睛抠进去的，给他念小房子吧。行。67章。好，谢谢师父。好吧。好的。在弄他呢。哦。他现在眼睛也不好。对，他眼睛也不好。他现在关节也不好。脚关节也不好，脚关节也不好。知道知道。对，哎，对，我会说错的。不会说错。看看他还有哪里不好。哎呦，过去，啊，所以以后不要跟人家打抱不平了。不打了。
搞也搞不清楚啊你啊 搞不清楚。过去打人很厉害的，我看到他的过去了。过去可能。前世了也许是。什么前世啊？今世啊。啊、哦，今世。他没打过你啊？你敢讲？我都看见了，好好忏悔了，还穿着红衣服呢。感恩师父，谢谢。打你都打了，我都看见了，抽你个头啊！还在我这里撒谎，听得懂吗？改毛病。好，一定改，师父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放放生，放八百条鱼。好。好了，小房子要多少张，师傅？啊，不讲了吗？啊，六十七张啊，我想起来，每天的功课。你说他耳朵不好啊？刚给他治耳朵了呢，六十七张都听到了、啊。每日功课怎么做，师傅？什么？功课。礼佛。啊。礼佛要念三遍。他现在念五遍。五遍最好。嗯、心经念。39遍，39遍，大悲咒念29遍，29遍，嗯，七佛灭罪真言念49遍，好嘞，好吧，嗯，还有一个姐姐咒，还姐姐咒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你以后对你老婆好一点呐，好，你看耳朵好了，好了，耳朵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人不坏。脾气坏，家里在家里什么都能修，你是来还他债的，听得懂吗？哦、自己还不知道了，为他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嗯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要赶快念经的，念了不啦？谁呀？我呀。啊。我也念，我们俩都念呢。念了多少时间呢？哎呀，我是哈。去年的那个10月份来到新西兰，完了11月份就参加你这个法会了。你看了吧，开法会度多少人呢、啊？完了，参加法会了以后，看到你的开示和就是这些同学们哈，就是这个病完治好了来感谢你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当时我挺感动的。嗯。完了，我回去以后哈、啊，就是在报纸上看的时候，我当时在那想，我说你们现在知道做功德了吧？啊。你们知道你们救一个人胜造七级浮屠啊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你看你们登登报纸，你说登的报纸，你说有没有功德啊？他看报纸看到的呢。我看报纸以后，我一看啊，哈密尔顿这个地方有个公修会啊。完了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一看几月几号哈，我说儿子，你领我去吧，我特别高兴。完了进去以后，我就挺激动的，我说你好好来到这里以后，我怎么哈？少讲话，多念经。好，你对你们，你跟他两个人一起好好念经。好，他的病如果他好好的忏悔的话，他可以好起来的，死不掉的。好的，谢谢师父。好吧。好。死是死不掉啊、嗯、但是会吃点苦，就是他过去这种杀业，所以你以后要真的要好好的劝他一定要吃全素。现在吃了，我们俩都吃全素、好吧。好的，请以后多帮帮忙，你们公学会搬搬书啊什么，叫他搬，死不了的他。啊，行，好吧、嗯、好，谢谢师父。谢谢师父。人就是这样，一听师父说死不了的，马上气也住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好了，谢谢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